开运是一个广泛的概念，通常指的是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行动，以增强个人的幸运和正能量。以下是一些可能有助于开运的方法。积极思维，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您吸引更多的好运。遇到困难时，尝试寻找解决方案，保持乐观的态度。行善积德，帮助他人，做善事可以积累正能量，也可能带来好运。慈善捐赠、志愿服务等都是积德的方式。提升技能，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技能可以增加成功的机会，从而提升个人的运势。健康生活，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包括均衡的饮食、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休息，可以提升身体的能量和抵抗力。环境整理，保持整洁的生活环境可以让能量流动更顺畅，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好运。良好人际关系，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增加机会，也有助于您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支持和帮助。定期冥想和放松，冥想有助于平静心灵，减轻压力，提升内在平和，进而增强个人的正能量和幸运。寻求专业帮助，如果您对自己的命理感到好奇，可以咨询命理师，了解自己的八字命局，从而更好的规划未来。请记住，开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需要不断的努力和改善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，适合自己的方法也会因人而异。最重要的是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，逐渐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机会。